你是不是像我在太阳下低头 Oh yeah yeah 吹着汗水默默辛苦的工作 Oh no 你是不是像我就算受了冷漠 Oh yeah well 也不放弃自己想要的生活因为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从来没有忘记过对自己的承诺对爱的执着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我的未来不是梦跟着希望在动，跟着希望在动。耶耶，谢谢。很开心看到你们，我一看到你们俩，我感觉你们俩老是特别有那种悲情的感觉。不过这个歌让我感觉有奋进的在里边了。那谢谢所有老师点醒了我们，其实歌曲的曲风有时候要换一下，不能够一直太悲伤。两兄弟加了很多那个哦哦那个类似这样的东西的，其实能不能加进去，在这样子的编曲里面，其实还有待商榷。但是起码这样子的感觉会让我觉得。好像我的未来还真的不是梦的感觉，还不错。好，进入到投票环节，你们的起评分是六分，来看一下你们能不能够暂时安全。白灯代表加一分，红灯代表减一分。小松，不加不减。苏俊，不加不减。校长，加一分，七分。张宇老师，不加不减。孙楠，不加不减。七分，目前暂时安全，进入下一轮。谢谢校长，谢谢。